面对强大的研磨，依然坚守壁垒。巫师甘道夫力推强敌的演出，堪称魔界最经典的一幕。法力虽是虚构，那根闪闪发光的法器却未必难寻。来到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岛，一棵棵参天大树仿佛踏上中土大陆，其中一棵就有这个称号。 Looked up at this tree and it just disappeared into the fog, and I just couldn't believe a tree could be so tall and so big. 平均身高超过100公尺，澳洲的杏仁桉树身高傲视南半球。塔斯马尼亚岛上有多达8座杏仁桉森林，漫步期间，最高的树都已历经数百年风霜。但如今，这群巨人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林火威胁。 岛上最高的二十五棵树，有16棵都已在2019年那场世纪野火中付之一炬。幸存下来的更需要用心守护。If we allowed people, locals and visitors alike, to come and see these trees in a respectful, low impact and sustainable way, we could certainly elevate ou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rees. 保育只能从了解开始。 亲身感受历经岁月打磨、沉默而谦逊的强大存在，或许我们才能久违地想起对自然万物应有的赞叹与敬畏。大爱新闻，江玉婷编译。